他要跟你讲，谁要跟谁讲啊？我们他们三个把我抓起来了，他们要跟你讲话。我操！赶紧的，咋回事？你跟我爸讲。好了，不要录了，把电脑拿过来。不是，你们两个把他拉下去，把他嘴巴给我堵上。不是，你慢点说行不？喂，我说你慢点说话。喂，你是他爸爸了哦？啊，怎么的？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我现在跟你说话方便吗？不是，你就痛快说，你要咋的？你想咋的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跟你说话方便吗？不是方便，你痛快的，你想咋的？你就说话，别给我废话。啊？你想咋的？你痛快说。嗯，你今天要不要把他救回去？你说咋办？你痛快说，别给我绕啊。我救什么救？你想咋的？我问你要不要把他救回去？我还有能不要吗？啊，怎么的了？这惹你们了？啊，你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吗？不是，我说咋的？跟你们有啥矛盾呢？还咋的？我问你，你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吗？我问你，我说他只惹唬你们了，还咋的了？啊？他咋的你们了？想不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？你说清楚点，你慢点说，他咋的了？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？你就说呗，啊，说呀，啊，因为啊，我跟我兄弟啊，前几天呢、啊，在外面跟人家打架啊，我那个兄弟那个脾气比较暴啊，当场就把那个人给打死了。现在警察到处去找我们，我们现在想跑路，身上没钱，想请你帮个忙、啊。不是，我以为我孩子淘气了呢。啊？我说我以为我孩子淘气了呢。嗯、啊。怎么的你？那跟我孩子有啥关系啊？今天要救了啊！啊！你说咋的？你痛快说，你要多少钱还咋的啊？我要5万。多大事儿啊！我操！我孩子招你惹你了？没有。不是，我这。我要5万，你能不能出了？我没那些钱呢，都念书都花了。没钱怎么办？我说交学费刚跟我要完钱呢。在哪儿？你现在搁哪儿呢？我找朋友给你们送去就完事了，搁哪儿呢？啊？搁哪儿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不可能面对面的跟你拿钱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警察到处来找我们。啊，这咋整啊？你说。这个你也应该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咋办呢？啊？你说咋整？我要5万呢。你拿没那些钱？没那钱那怎么办？你给少拿点得了，你干啥呀？犯不上啊，多少钱？5万。你说呗，能便宜多少钱呢？你出个价。我哪知道你们要多少钱呢？我刚才就说了要5万呢。5万太多了。要不然你能出多少？来，你把孩子杀了吧，把孩子杀了吧，不要了，臭傻逼，不要了，太假了，你普通话太刺。啊，普通话讲的不好嘞，普通话讲的不够标准嘞。他要跟你讲，谁要跟谁讲啊？我们他们三个把我抓起来了，他们要跟你讲话。我操！赶紧的，咋回事？你跟我爸讲。好了，不要录了，把电脑拿过来。不是，你们两个把他拉下去，把他嘴巴给我堵上。不是，你慢点说行不？喂，我说你慢点说话。喂，你是他爸爸了啊？啊，怎么的？啊？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我现在跟你说话方便吗？不是，你就痛快说，你要咋的？你想咋的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跟你说话方便吗？不是方便，你痛快的，你想咋的？你就说话，别给我废话。啊？你想咋的？你痛快说。你今天要不要把他救回去？你说咋办？你说你痛快说，别给我绕啊。我救什么救？你想咋的？我还有能不要吗？啊，要了啊！啊，怎么的了？这惹你们了？啊，你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吗？不是，我说咋的？跟你们有啥矛盾呢？还咋的？我问你，你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吗？我问你，我说他只惹唬你们了，还咋的了？啊？他咋的你们了？想不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？你说清楚点，你慢点说，他咋的了？
你想不想，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他抓过来？你就说呗。啊？说呀。啊，因为啊，我跟我兄弟啊，前几天呢、啊，在外面跟人家打架啊，我那个兄弟那个脾气比较暴啊，当场就把那个人给打死了。现在警察到处在找我们，我们现在想跑路，身上没钱，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不是，我以为我孩子淘气了呢。啊，我说我以为我孩子淘气了呢。嗯、啊，怎么的？你那跟我孩子有啥关系啊？今天要救老。啊啊，你说咋的？你痛快说，你要多少钱还咋的啊？我要5万。多大事儿啊！我操，我孩子招你惹你了？没有。不是，我这我要5万的，你能不能出了？我没那些钱呢，都念书都花了。没钱怎么办？我说交学费刚跟我要完钱呢。在哪儿？你现在搁哪儿呢？没钱。我找朋友给你们送去就完事了。搁哪儿呢？啊？搁哪儿呢？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我不可能面对面的跟你拿钱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警察到处在找我们。啊，这咋整的？你说。这个你也应该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咋办呢？啊？你说咋整？啊，你拿没那些钱，没那钱那怎么办？你给少拿点得了，你干啥呀？犯不上啊，多少钱？5万。你说呗，能便宜多少钱呢？你出个价。我哪知道你们要多少钱呢？我刚才就说了要5万呢。5万太多了。要不然你能出多少？你把孩子杀了吧，把孩子杀了吧，不要了。后傻逼，不要了，太假了，你普通话太次啊，普通话讲的不好啊，普通话讲的不够标准。